可以开始埋怨系学长弟了。我们再给他们一点掌声。欢迎加入我们，我们是，我们做一家，欢迎加入我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非常谢谢大家的莅临，然后也谢谢其他三位老师的一起合作的演出，然后来你们自己也给自己一点点掌声，你真的非常的棒。天气蛮冷的，不好意思让大家熬到这么晚，可是我相信你们今天来这里是非常的值得，对不对？对。 OK， 好，我们四个团呢其实都分别有上课的地点跟不同的时间，如果你们在座的有兴趣学长笛，或者是已经学长笛的想要加入我们这样子的室内乐团，还是来上个别课，也欢迎跟各位老师联络。 OK， 好，我们再一次再给大家一次热情的掌声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